是好兆头的游戏规则是在来宾戴上眼罩之后，30秒内凭着感觉将鱼竿上的竹篮完全罩在自己的头上，就可顺利过关。参与多部戏剧演出的钱伯瑜能通过真是好兆头的考验，用化妆水空瓶成功换到高级智慧温控呼吸组吗？试了一阵子，你说好难，好难，好难哦、为什么？有什么难？因为你现就是我刚刚没有戴眼罩，然后都没有办法感受到它到底是在哪里。大家为了爱护你，给你一个最简单的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这个好难哦。好哎，还要把眼罩盖下。对啊，不是只有这样子，好吧？哎，大家都叫你什么小名啊？小钱。小钱，不要叫小钱的，赚不了大钱的，真的，就叫钱钱就好。钱钱，好，钱钱，对不对？可是钱钱是人家朋友狗的名字哎，不会啊，狗小钱也像啊，来小钱，也像啊，对啊，你有钱钱就很多感，很多钱钱的感觉，好，小钱就小钱嘛，否则叫大钱好了，真的，叫有钱也行，哎，有钱也可以啊，好吧，我们就开始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真的要盖起来吗？啊，可爱的浅浅，好，正式好兆头，预备，好，真是好兆头，今天的游戏也都不难哈，哎呦，非常的，哎呦哎呦，哎有意思，哎有意思，哎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啊有意思有意思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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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偶像的包袱，偶像的包袱就没有办法用力过关，是他比较熟悉，哎，你试试看，你敢给你气话吗？我冇包袱。你照过没有？我没有照过啊。你是没有照过，要不要试试看？真的真的，因为别人在玩的时候，你可以啊，要用那一桶吗？别人在玩，他说上上上，左左左，右右右，好像你都看得到。运动员这种，运动员可能运动神经会强一点。对，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，拳风，哎，来来来。来，而我中的话，你中什么也没有，就表示真的是运动员，运动员真的是厉害，运动员。哎呀，我就要落彩啦！如果运动员中了，有没有？嗯，是好的运动员。啊，如果运动员没有中了，有没有？是，哦，他还是运动员。加油啦！看到运动员啊，赛跑的时候啊，就手腿受伤了，不能跑等等，他不难过，我们都为他好难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运动员还是要保护身体哈。好，所以你干嘛？你所以兵马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弄那里？啊，林超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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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最高纪录是最快的六秒。我六十秒，我六十秒就好了。喂，总共只给30秒，对不对？看你们在5秒以内完成。好 ，OK， 林群峰准备，开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，很好，很好。左边，左边，聪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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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啊，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哎哎哎哎，快要到了，左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，上上下下，左边，右边。你干嘛靠别人？有人在拉我的那个水桶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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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他挡了。人家在拉我的水桶都拉不过来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人拉。那是你刚才有没有照到我？你照到他了。真的？没有，我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厉害，你看，因为你刚好你眼睛闭上，你眼睛闭上。好，手感，手感没有错吧？快，搬不上来，而且有点裂头。对啊，所以而且你看，因为他的头特别大，所以搬不上来，搬不回去。哎呀！运动员吗？哎呀，我退休了。这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很难。来，刚才拿什么？就那个空瓶子嘛。你们要没收吗？这个空瓶子，你们是要没收？那当然喽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样子一个空瓶子，我们没收，其实也只能拿去资源回收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但对他有意义。对你有意义的，可不见得对我有意义；对我有意义，不见得对你有意义；对大家不见得有意义。突然在顺口溜是吧？来来，我们的黑衣人回收啦！我跟你讲，我帮你。